很喜欢阿祖这样。然后呢，因为他后来也会叫我这样说，所以我也会说阿弟喜欢阿祖，所以我就叫他阿祖。啊，阿妈那讲，你是说听到？对啊，阿伊变阿祖啊，阿妈，阿妈的反应是什么？阿妈好像，我们好像没有什么机会在阿妈面前说他是阿祖。哦，对，好像没有。我下次注意看看。可以简单聊一下这个店家，就是接下来要经营这家店家，那什么时候开幕，然后为什么想那么做？我们是还没有决定要什么时候开幕，然后这家店主要是会卖胜利的用品，然后跟红牛还有小袋以后的一些商品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开这家店，我觉得主要的想法可能要问代发，主要想法问代发，对。做线上直播之类的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在这家店。对。那会举办什么活动来推广羽球这个运动？哦，对，这个也是我在想的一个问题，但我目前还没想好。确实会希望就是羽球这项运动可以在台湾被越来越多人看见，关注这样。既然你想要来高雄，你觉得高雄政府有没有就是给他一个建议？对这一项的运动有什么样的注意的一些方式？这个我比较不清楚，因为我也还不太了解高雄的生态。我离开高雄也很久了。